没有电了，就没有电了，啊，这修理啊，这种很修理而已，不要那么很搞笑。爸爸停电哈。停电，停电，停电，要小声一点，不要给大家都听到你的声音。要一直叫，一直玩，电视不能看，是一直叫。叫什么？你这样吵到别人呢？会怕一直干干干这样。你这以后如果再干，然后我跟你讲，我看我修理你，跟你讲，你就到厕所里面去罚站。你听懂吗？听懂。只要我听到一句，我就让你到厕所里面去罚站哦。罚站，你听懂吗？知道。好，知道就好。他一直对，每次对妈妈在干干干。不对，那我跟你讲，那个妈妈失败啊。他一直说对不起，然后一下干，对不起。对啊，那还要对什么对不起？是那。谁教你？他就是爱这样讲。有两个，我好像我有听到一个对应的在上面。对啊，他干我就不一样。你这叫孩子不会，人家都不会教。太严重了。只要听到一句话，就我跟你说，不要客气，好好的修他一下，以后他就不会，不可能。那就是因为你不懂得教，你还跟他，他一生你一生，你一生，哎。以后敢不敢讲？不敢。那么厉害，我都那么厉害。我跟你讲哦，不跟你讲哦，就是因为大家互相尊重，这叫孩子不能这样教。你跟他。像连续的这么一来一去往，半个钟头有啊，他不在，你说对不对？是因为文心不在，在他在，他都受得了，也受不了。那所以这种方法也不对啊。这不对了，绝对。